大哥森，你找个药解药吧。用不着你关心。你。总是他，他跟那个灾星是一伙的。不过他们吵起来，这小子就落了单了。久违了，卓少侠。哦，原来是红袖姑娘，才两天不见就想小爷了。那还真是个当妓女的材料。谁让卓少侠玉树临风又武功高强，不把你解决掉还真不好控制你那个好朋友。早就听说玄女宫的百合大法神妙无比，小爷今天可以好好舒坦舒坦。江一花，哎呦，少侠还真是猴急啊！不过这三只狗，奴家留着还有用处。真谛中阶果然有些意思。三世，莫非这第一次就要献给奴家了？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。骗你的，后会有期了。哎呦，少侠别走啊！爷，我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男性人，少侠跟奴家玩捉迷藏啊！老妖精捅了我半天，该我捅你了吧？
任在。小乖乖，花样还挺多，来，姐姐疼你。林大哥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在这歇会儿吧。依依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去找点水来给你洗洗伤口，这样才能把药换了。我有点害怕，云大哥，你要快点回来哟。嗯。好痛！你忍一忍。好痛啊！你何苦跟着我受罪呢？我身负一劫，又遭江湖人追杀。你二人跟着我，终究还是太危险。所以云大哥是故意要气走我跟小桌子的。他终究是名门子弟，当真与其他门派对立起来，只怕会让他难做。你也去找姐姐吧，何必非要跟着我受苦？我不管，敢对付云大哥，我跟他们没完。好痛啊！你脚受伤了，我也只能带着你。估计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一个小姑娘的。好可爱的小鹿啊！云大哥，想喝口酒吗？云宗，你变得真好看，我要你每天为我变一只小鹿。看看这一次还有谁来救你，给我上！都是些没用的蠢材。没事吧？你要打跟我打。死到临头还想着姑娘，你还真是个多情种子。今天就先斩了你那恶心的根源。你这死活的丫头，迟早要沦为臭男人的玩物，我就先替你解脱了。三剑豪之拜面人同名官方手游 iOS 安卓端震撼上线，更有丰厚礼包相赠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姑娘怎么都爱我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只怪我是大美男。我是卓越，一个注定会成为本片颜值担当和人气担当的男人。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，三剑豪之半面人里找我吧。本鲜肉的盛情邀约，你是约呢约呢还是约呢？快来百度搜索半面人，下载同名手游三剑豪之半面人，相约每周三中午，我们下周见。听尽桃花树下埋好的醉，忘记梦里遭遇了谁，
辗转反复醒过好几回，如是的真难以入睡，怕春风听见我的卑微，假装情爱只是种回味。都说人生难免波折吊诡，我与我终却又落下眼泪。我藏起一切炫耀的美，用灵魂赌一场爱的纯粹。我遮住面，遮住眼，遮住往昔相对，却忘不了逃不开躲不过你慈悲。我遮住了谁炫耀的美，藏着哭，藏着眼，藏着往昔相对。